我们去看看今天有什么海鲜啊，看看海水冲上来了一条黄花鱼啊，哇，还是活的，有没有见过的老铁啊，惊慌惊慌的，活的黄花鱼啊，看看这个是纯野生的活的黄花鱼啊，哇，这个特别的鲜美，做汤烧汤红烧清蒸特别的鲜美。好了好了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还在退潮啊，哎，看看啊，一条活的鲈鱼啊，海鲈鱼啊，被海浪给卷上来的海鲈鱼啊，我们把它收了啊。哇，这个鲈鱼清蒸一下不要太好吃哦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收了，快看啊，发现了一个沙葵啊，沙滩上的大海葵，哇，还在吃小白虾，哇，这个东西非常补啊，我们这边做汤解救了你这个小虾啊，我们这边做汤爆炒都非常好吃啊，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啊，我收了啊，这个一定要收了，今天晚上做一个海葵汤。我们继续找啊，哎，远远的看到一个海五星啊，哇，好漂亮的海五星啊，派大星，海绵宝宝哪去了啊？好了，我们把它收了啊。